站 B 出入口嘅行人天橋咯，可以直達海洋公園正門，係咪好正咧？咦？呢度嚟嘅喎，係啊，黃竹坑站有行人天橋連接工業區、灘古集北面好多啦，而香港仔嘅居民就可以用新嘅行人徑，由海濱公園散步去黃竹坑站。呢度咁多升降機嘅？呢度係利東站嘅升降機專用出入口，係連接車站大堂同位於山上嘅利東村嘅。喺海怡半島站就設有行人天橋同升降機，方便來往海怡半島同鴨脷洲村。哇！ 點解你會知道我睇緊啲咩㗎？係咯，點解嘅？Well， 唔知咧。